香灌饼源于河南信阳，早已风靡全国，也延伸出了多种做法。在家想烹饪好这味小吃，可巧用饺子皮儿搭配培根、芝士碎、黑芝麻和鸡蛋，点火干煎培根片，等肉色变深捞出，将培根切丁，勺子沾清水，沿饺子皮儿边缘涂抹一圈，这是为了增加饺子皮儿的粘性。饺子皮儿中心刷油，撒葱花、培根末、芝士碎，盖饺子皮，叉子用力按压，将边缘压实，塞入蛋黄，封口，继续用叉子压出纹路，以免馅儿溢出。油烧热，放饼，小火慢煎，煎半分钟，翻面，煎至两面焦黄出锅。一顿好的早餐，难道不是一天中最初的期待吗？用花样鸡蛋灌饼，唤醒一天的精神。